大家好啊，我是蔡律师，我们在新闻明律师事务所。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新的毕业季啊，谈美国绿卡和签证的形式。那最近呢是美国大中小学开学的时间，昨天和今天呢我们在波士顿地区，波士顿呢是差不多是美国大学最集中的地方，另外呢也有很多私立学校，所以呢也有很多中国家长啊送孩子到美国，包括读私立中学也有读大学的。那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驻华使领馆颁发的 F1 学生签证数量相对还是比较多的，而其他签证的颁发呢还受到一些限制。从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，不光是 F1 学生签证的 policy 比以前要更灵活、更松动。另外呢，根据美国移民局发布的统计数字，现在各类签证，比如 H1B 工作签证批准的百分比，比以前川普政府的时候要高；发出 RFE 要补充材料的这样的百分比，比以前要低；而 RFE 以后批准的百分比也比以前要高。这个呢，不仅仅是 H1B 工作签证，其他类型的各种签证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趋势。而绿卡呢，大家看到最近，比如说 EB1 绿卡，职业移民不需要排期。总体来说呢，我们看到国际局势有各种不同的变化，但是呢，现在应当说是办理美国学生签证 F1 学生签证和各类人在美国办这个签证身份转换和延期，以及办理绿卡。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机，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叫美本美高留学指南，另外呢有一个网站叫美国攻略，在上面我们也有专栏文章，大家都可以参考。总体来说呢，比如有一些人问我们说啊，我如果现在身在中国，那么要办美国绿卡和签证，怎么样是最好的办法？我们看到呢，现在移民签证，坦率的说呢，在广领馆办的这个移民签证有一些 backlog，而另一方面呢，美国使领馆发放的 F1 学生签证数量还是相对比较多的。如果个人有条件，不管是陪同孩子在美国读中小学啊，哪怕你现在已经比如说40多岁了啊，也还是可以考虑办理 F1 学生签证身份。而如果你有意向啊，比如说办美国绿卡签证，那么也可以考虑啊，先到美国留学，眼见为实，了解到更多信息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中文网上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、有误导的地方。为了避免呢，那你可以考虑先以留学签证到美国，然后有更多的机会。有的人担心说：“哎呀，我听说这个 H1B 工作签证要抽签啊，不好办啊，还有一些其他限制。”这个一样，哎，小马过河，眼见为实。总体来说呢，像我们昨天、今天到波士顿，我们看到有好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到美国读大学，然后呢中学啊，像这些方面。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录制这一个视频，叫《新的开学季》，讲美国移民和签证的这个趋势。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，谢谢大家。